点的写法要注意凌空取势，轻入重顿，墨笔出锋，期待下一笔和下一字。点有浮点、仰点、左点、右点、撇点、长点之分，仰点上挑出锋，长点回带收笔。点的组合，上下点由两个浮点组成，相向点由一个仰点、一个撇点组成。撇点向左出锋，相背点由一个撇点、一个长点组成。两点水由一个浮点、一个仰点组成。横三点要上开下合，竖三点要左开右合，四点底上合下开，聚四点呈放射状，内紧外松，长横注意收笔的时候要下腹，叫下腹横，短横注意角度略上斜，竖有悬针竖和垂露竖之分，它们的分别主要是收笔的变化。悬针出锋，垂露回带，短撇注意角度的变化，有短平撇和短直撇，短竖行短，收笔要简洁，长撇可以出锋也可以回锋，竖撇先竖后撇，在行书中常以竖代撇，斜捺注意出捺的角度，平捺要一波三折，横钩注意钩的出钩方向，竖钩要直挺，钩画宜小不宜大，弯钩要注意弯曲有力，竖弯钩如鹅浮于水，又叫浮窝钩，窝钩呈上两姿势，锅钩弯曲有力，横折钩注意折角的变化，横折弯钩注意转折自然，
横折钩，注意两个折角，一个直折，一个圆转。横撇弯钩要书写流畅，一气呵成。横折、折角、圆中带方。竖折、折角可方可圆。斜折注意夹角，略45度左右。提要干净利落，不要拖泥带水。竖提注意提锋起右。横折提，提锋与右部相联络。竖弯、横折弯，注意转弯处的写法。斜折点，注意折角的变化。横撇，先横后撇，角度在45度左右。横折折撇，上收下放。横折折折钩，略向左斜。